下礼拜我一定要去季后赛，受不了了。我其实一年前我就问，在里面打啊，你没有要打进季后赛，那你在里面干嘛？你在里面就是等领钱而已啊。今天输一场会少一只手，你会这样打吗？你现在就不会在那边跟我讲话了。干，你那个游戏还是怎么看太多了？不是，我就跟你讲，你那个存储就不够了。你那不是每个人在里面打完啊，输的呀？哎、欸，舒服啦！来，大家、啊，等一下西班牙、三尼亚，我们不要再去红灯街，哎、欸，舒服一下。去你妈的！干你他妈的输一场波，他妈一只手就不见了，你还敢出去输？你哪敢出去？没有人敢打啊，打命是不是？我说的是有点严重。你如果一直输，都会一直没钱或者怎样，里面的人就不会过那么爽。有一个惩罚方式，输了不给钱，这样子就会痛。到时候还有那种，就是比如说你输太多，然后就那个提早就送你出去了。你那个胜率低于38以下，你就直接自己离开了。没有人这样子的啦。不是嘛？我问你嘛，打十场波，你他妈只会赢一场波，那你打个毛？你到底打个毛？你到底在打啥小？你告诉我。假，你在打啥小？你到底在打啥小？把如此如把它搞得很像真的竞技啊！啊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你是靠赛的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对嘛？那你不是靠赛，那是什么？竞技嘛。凑个一百多想。你还在拿 NBA 的标准来看的是吗？他钱都已经缩水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他把钱用到那个冠亚区，他就是鼓励大家要认真打。你在那里面，你不追求那个更高的那个成就，你在里面就是公务员。你不进季后赛，那就没机会进世界赛啊！没机会进世界赛，就没有机会再拿一个世界冠军，那有小用？到底吵啦，吵什么吵啦？你有不是到底有小用吗？你不想，不是你听他说什么，让他讲话一下。谁啦？我刚刚是想说，冠军钱变比较多，对你不是很有优势吗？优势，每个礼拜一胜一败，一胜一败，一胜一败的，他妈可以冠军，吃罐头吧你，冠军。你现在不能冠军了吗？里面人抢的很多，你强的是很多，你也是强。撒旦说都不用练啊，你跟我说里面强的很多，你们两个打不同区是不是啊？很多抢的很多，要怎么赢？到底要怎么可能赢啊？你觉得强的很多啊？撒旦觉得不用练，那撒旦是强的离谱哎，不用讲那么多，就是你烂，干他妈的。还在他妈那边一直演、欸、不就不好好打，不知道是怎样。你把卡通的时间都拿来打标准，早就已经进过世界赛了。十六没也没有啊，你谁？我一坨烂泥嘛，你怎么能拿我这样比？我现在是一坨烂泥啊，没得打的东西哦，又没得打，拜拜打，如此当以前游戏在玩。你下礼拜赢了就直接那个吗？世界赛吗？你也去睡一睡啦，干连赛事都不知道，下礼拜赢就世界赛，假赛比较快了。干，我还以为要打世界赛嘞，操！打世界赛，你假赛了！你什么时候世界赛？你是想吃烧肉？该找猪肉回来组 F 四了吧？啊，抱歉，忘记了被微父逗走了。阿杰想归，现在是不是比你名气比你高？你已经被他当成路边的石头了吧？干，怎么可能？龟狗会把我当路边的石头吗？龟狗，你前几天有看到龟狗吗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啊，你有没有叫他龟哥？没有，为什么？现在就知道叫龟哥了。AK 的顶烈鬼影狙击色色龟，你不叫他龟哥，你叫他什么？哦，我又不玩 FPS 啊啊！你打篮球遇到足球教练，你会跟他说教练好啊？不会啊，会吗？我不会。不得不说，比喻的算好，确实。那就对了嘛，那龟狗那关我屁事，滚到旁边吃屎。对对啊，阿杰开台不讲哦。哦，忘了打电话给你，抱歉。妈的逼，不会开个小铃铛还是什么的，是不是啊？干嘛开台还要一个一个人讲是怎样啊？我刚刚我也都一阵子没看到你，有点小担心你。对啊，约个吃个饭什么的，找猪肉，然后再去一起找谢老板。干嘛？干嘛？找谢老板说我们回来了。没有保护那个谢老板不是吗？对啊，谢老板在我们四个人身上投资了1000多万。不是嘛？钱乃身外之物嘛。谢老板这个很明显就是已经是到一个境界，而且你老实讲，谢老板说我们几个是他一生的贵人。请他吃一个大餐可以啊？你说一下。干下来啊！没有，为什么我想要谢老板？在想我们那时候在宿舍，但我们其实真的是有点偏夸张。我现在想了想，真的是有点太夸张，已经超扯了，那个已经不是选手了。哎、欸，阿龙姐，你们放假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看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在宿舍里？不是哦，宿舍一个礼拜7天待1天就好了，剩下6天都在放假。你是员工还是老板？我是你爷爷。哎、欸，今天那个，今天礼拜一你们怎么没有回来那个宿舍？啊？是我以为今天礼拜天啊，刘伟杰炉石选手一个月没上传说，我记得我们有一年最扯，哎、欸，
啊，现在不是那个炉石有天梯啊？你们这几个月打怎么样？嗯，我们三个月都没得打啊。你们在干嘛？有吗？有一个月我们四个都打不了吗？什么一个月？每三个月我们的积分根本都不够，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因为那时候好像三个月算一次吧，然后我们刚好那三个月加起来你都不能打、啊，就你没？你跟我说什么十二分不能打？怎么可能？怎么那一次没？哦，干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部都不能打、啊，没有。那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，我们去打团体赛的时候，白是我们强的离谱的样子。你们以为我们在搞笑？强的离谱，是真的强的离谱。那时候很想打比赛。对啊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自己要自掏腰包出去打都不给打。对啊，这段时光老实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之前都过那么开心吗？每天当然都很舒服，每天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没事啊，看片舒服，好爽，真的好爽。那、啊、现在嘞？现在每天，哎呀。欸、真的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医生每次进来都这样，负能量很大、欸、你们应该钱都比之前多很多啊！乱讲，他妈在乱讲，但穷拉快被鬼抓走了、欸。哪有、啊？还是因为 你想要的东西，想要的东西太多了。嗯，像当初我们只是为了什么比赛名额有没有？真的哎、欸，现在龙姐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抖内，哎、欸，谢谢你加入豪杰宝。阿杰，赶快说，他为了打炮跑去台北，重点还没打到，乱讲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东西是一定要讨回来的，这炮我一定要爽到。我把我的那个时光，青春时光付出给你，你那个欠我的一定要还给我。不要嘛，想被告是不是啊？被告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啊啊，阿杰，你有在健身吗？没有，臭肥宅一个。小龟说他开始去健身嘞。小龟开始在健身了。对啊，每周练三次嘞。那我只能跟你说，龟狗应该之后应该跟我一样了。我现在有个外号叫什么？知道？什么？彭小杰。我要准备练得跟我们彭哥一样。我大概四年前就听你要去健身房，才过四年而已哦，不急哦。想杰，你要消费我可以，但彭哥现在欠钱，你只要付授权费两千万。我说彭于晏呢，我体重多少？我现在60啊。就让你用，我还加码。还行吧，我去练一下应该有机会吧，但是只是要坚持的练。我坚持练一下一定可以的，我感觉我的身形应该不难练的。钱赚得多了，但是心灵变空虚了。你们以前在起 Q 笑容都是真实的，现在的笑容都是戴着假假的面具。确实，你刚刚说是彭哦，我听成冯哎、欸，冯是谁？冯迪锁、啊？什么冯迪锁？我说彭，彭哥啊。哦，我。阿杰是要练得跟彭恰恰一样吗？你不要看他肚子大，躲债主跑得可快的，以后公馆路杰宝要扁，你可以跑得跟彭哥一样快。不是，我不是说彭哥，我是说彭哥。碰哥跟彭哥不一样哦，每天如果有打手枪的时候都在健身，现在应该就是蛮壮。练壮要有规划，练瘦哦，还好我是蛮瘦，不过我手上感觉应该很多脂肪，我感觉我体脂应该就是很高，也算高呢。练再壮还不是三枪就倒？啊！两是这不都是讲废话吗？你直接告诉我要练到怎么样可以顶得住三枪，顶不住嘛？干不正常一枪黑一下爆头就倒了，但谁管你练几枪？Bye.